鱼丝。好，这我们刚刚有提前。对，那个挑网挑不到。你猜这个？你猜猜这个？这个是网络什么？这里的上面像是这里的。啊。孩子啊，目前啊，他因为事业上的关系，那长期都是在外县市，啊，像台北啊、新竹等等。那目前阿姨处于一个人独居的状态，我们适时的啊，连接这个啊救国团哈，跟我们协助管理，谢谢。那你跟姐姐玩好不好？姐姐在哪里？记得妈妈。你要去哪庄？那我们去找一下。妈妈，那你怎么有这个？她是你女儿吗？是。啊，你怎么会带她一起来啊？一日救国团，全家救国团。全家救国团。啊，那小朋友从小对从小就训练，就接触这些公益活动啊，很好。是。我来请他，我要围炉了哈，送年菜啊。嗯。那我们去买那个现成，他说不要，一个人吃不完，那吃不完又万一又不是老人家喜欢吃的啊，就那个好意就没了。他就建议说，干脆就送。我本来送礼券，他说不要了，送红礼券还要再不能找零。我们那就送红包，红包他可以找你到附近的便利商店也可以买，也可以要去市场也可以买，可以找你，可以更活用。是是，就从善如流，听听讲话。我们宜兰团委会总干事曾启胜，这位是我们里长邓曙江，民族里里长。哎，里长怎么想到帮忙清洁？对啊，这个因为长期以来哦，那独居老人确实是每一个里内的，我们称他做一块宝哦。那在独居的部分来讲，我们此次哦也非常感谢哈救国团这一边哦，来给我们大力的一些协助哦。那在于这一次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内容来讲，我们哦也准备了哦，不仅是红包的部分哦，我们这一次动用了哦，那很感谢救国团动用了近20位的一个志工哦，针对独居老人的部分哦，做一个家里面的一些打扫。那我想哦，那这样子的一份的关怀哦，不仅让独居老人哦倍感到一个温馨哦，那也谢谢救国团哦，那在这一次哦协助管理啊，我们非常感谢他们，谢谢。谢谢。